哇哦，他真的那么说吗？这不就等于是在跟我说他有保护我吗？教我他知道的一切，然后就像我姐姐一样。这我就不确定了。那的确是很好的赞美，可是……知道知道，但我说的有可能发生，对吧？是啦，那当然了。我只是需要想办法多跟他相处，这样他才会知道我有多棒。其实，这个周末苹果家儿跟我要爬山到明媚瀑布。 我可以叫我姐邀云宝去，然后你也可以来。真的吗？当然，我有好想去哦。真是的，当然可以了。我会叫珍奇一起去，珍奇最爱露营了。我最讨厌露营，一堆大自然。苹果家儿要带他的妹妹去，可是算了，你不想陪我去也没关系。哦，好吧。 不过，我得找一件适合简陋生活的衣服。看吧，我就说他会去。有带防蚊液吗？有。有带水壶吗？有。看来都准备好了。哎！天哪，珍奇，你在搬家吗？ 等你急着要卷睫毛的时候，却发现没有带睫毛卷，我们就看到时候是谁笑谁吧。好吧，看来都准备好了。可是云宝在哪里？云宝他不去了吗？小蜜糖他当然会去，他会在第一个营地等我们。哦，好了，各位，我们出发吧。 你问过1000遍了，我都说还没。不过这一次是真的到了，你们看，云宝在那里。好了，史卡特，记得要装酷。嘿，云！ 嘿，云宝，你好吗？你们几个怎么那么慢呢？因为有些小马的行李实在太多了，我们才会慢了点。看来你要跟我睡一个帐篷了。哎哎，希望你不介意。当然，你不打呼就行。 你不会打呼，对吧？不会，我这辈子从来没有打呼过。那你跟我一定会合得来的。这外面也太夸张了吧！贝儿，当个乖宝宝，帮我摘点鲜花插在我床边的花瓶里。嘿，史卡特，当个乖宝宝，帮我去森林找柴火。 我是说真的，你可以去捡柴火吗？当然可以。
好了，大家坐得舒服点。因为我要说的是你们听过最好听的故事，是不是那次珍奇长了翅膀，后来翅膀不能飞，它睡下来的时候你救了它？好吧，也许这是你们听过第二好听的故事。 不过可能是最恐怖的，你们喜欢鬼故事对吧？嗯哼，这个故事是发生在像这样的一个夜晚，就在这样的森林里。然后怪老马他就问了：“谁拿了我生锈的马蹄铁？”“不是我，就是你。” 喉咙卡到东西了，我一点都不怕，真是精彩！我就知道你不怕，你那天勇敢的跳过推车，你很像我，超大胆的。对，超大胆的。别担心，珍奇一定会保护你的安全。嗯，哇，我差不多该上床睡觉了。小妹，你不用怕，我们的帐篷里没有怪老马。 这真的很好笑，对不对？他们竟然那么怕怪老马，但是我不怕。因为你很坚强，我在你这个年纪也是这样。我要去睡了，要是想睡就进来吧。没事的，是我想太多了。 不是怪老马像打雷一样的脚步声。谁拿了我生锈的马蹄铁？谁拿了我生锈的马蹄铁？外面有人在吗？ 我生锈的马蹄铁，谁拿了我生锈的马蹄铁？谁拿了我生锈的马蹄铁？哇！谁拿了我生锈的马蹄铁？ 是好吗？我昨天晚上睡得好熟哦。我睡得很饱，睡饱就好。 今天我们要走一大段路呢，等开到明媚瀑布就不会觉得辛苦了。对，不辛苦。我在流汗吗？我真的在流汗。不过可以陪我妹妹，就算流汗也是值得的。 就是这车子怎么好像越来越重了？我管你车子是不是越来越重，要是不走快一点的话，还没到营地天就黑了。我知道今天去看路是不是通的，我们不想天黑了还在这里，对吧？不是无所谓的，你知道的，有些小马会害怕嘛。 天黑以前赶到营地。
自己的食堂。不要走这边，走小路，那边比穿过树丛好走多了。你比摘苹果汁的时候躲在苹果里的虫还紧张哎，史卡特，你怎么啦？没事，我以为听见怪声了。你真的没事吗？你好像有点急躁。我只是在运动，你也知道，常常拉一拉后腿肉是很重要的嘛。要我帮忙吗？你好贴心啊，谢谢你。我们是朋友嘛。今晚不用搭帐篷了，我们就睡那个洞穴吧。好哎，漆黑的山洞，正好适合我今晚的故事。只要升起萤火，我们就能开始了。没问题，我马上捡很多柴火来，我去那个漆黑一点都不可怕的森林。就好吧，我一定行，数到三就去拿那些树枝。一二三，树枝过来过来过来。天哪，这里比北美灰狼的脚趾还冷哎！史卡特跑去哪了？拿来了，就这样。我只找到这些，因为你知道这附近没有那么多树。这样就够了，你先去坐云堡旁边吧。我说到哪里了？哦，对，最恐怖的地方。我有个点子，今晚的故事让我来说吧。好吧，可是一定要讲鬼故事哦。从前从前，有只善良的小马，住在艳阳高照的大地，那里每天都有彩虹，还有很多很多快乐的朋友。不好意思，如果没有小马在发抖，就不算是萤火故事。我听说这片树林里有阴魂不散呢，无头鬼马。无头鬼马，它只在晚上奔驰。如果它没有头，那这只小马又怎么看路呢？它是没有头，又不是没有大脑。它在寻找迷路的小马。那它的大脑呢？哦，空气中散发的恐惧。从此以后，再也没有小马见过它了。没有吗？没有。别担心，有我在，你很安全。睡觉时间还没到，对吧？该睡了，史卡特。可是我们根本还没唱萤火歌哎。那我就现唱一首啦。我们在山洞里尽情地跳吧。我想到一个好点子，谁要玩躲猫猫？明天再玩吧。哇，你看起来好像不想睡觉的样子，有什么理由吗？当然没有了，
我只是喜欢露营，又喜欢跟云宝在一起，所以我一点也不想浪费时间睡觉。干嘛睡觉？是没错啦，史卡特。可是我需要休息，现在就要睡。啊，真是太不公平了！我快睡着了。史卡特，月亮公主，我还以为是无头鬼马。你弄错了，但是应该不会觉得失望吧？你比那个无头鬼马好太多了。可是你怎么会来？你不是在坎特拉城吗？我可是夜之公主，所以进入你的梦是我的职责。对啊，等等，这只是梦吗？感觉好真实。我保证你现在在睡觉，但是等你醒来，你最害怕的东西还是不会消失。无头鬼马吗？你最害怕的东西真的是无头鬼马吗？其实我很怕云宝发现我没有他想的那么坚强。每只小马都有恐惧，他们要用自己的方法面对它，一定要这么做，否则噩梦还是会继续下去。要面对你的恐惧。月亮公主，我只是在做梦。可是无头鬼马是真的。云宝说他住在这里，住在这片树林里。那是无头鬼马可怕的低鸣声。所以那是没有头的马，也就是说它没有嘴巴。如果它没有嘴巴，就不是吃小马的那种马。可是，它还是没有头的马。你在这里干什么？史卡特，你应该面对你真正的恐惧了。我真的很抱歉，云宝，我只是想让你陪我，看到我有多酷，这样你才会保护我，教我你会的一切，然后变成我姐姐。可是后来你开始讲鬼故事，我很害怕，我以为我听到无头鬼马来了，就自己撞了出来，然后你都知道了。嘿，跟你说个秘密，但是如果你告诉别的小马，我会否认到底。我第一次听到鬼故事时，我也很害怕。
真的吗？真的，不过我克服了，因为我很快就明白，就算真的有无头鬼马，我也可以打倒它。所以你在找可以保护你的小马，对吧？嗯哼。好啊，我也可以保护你。真的？只要你别在三更半夜又掉进河里就行了。没问题。既然这样，那就来比吧。他们几个以为赢得了我们吗？生锈的马蹄铁，在这里，你帮帮忙，快点拿走，别再哀嚎了。谢谢，那我先走了。